在购买联动透天房屋时，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间呢？有些人偏爱边间户，认为它能改善中间户的某些缺点，比如一，视野更开阔，二，通风效果更好，三，有额外空间可作为阳台，方便种植植物或晾晒衣物。然而边间户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，例如一，价格可能比中间户高出10%至20%，二，靠近道路，噪音和空气污染可能较严重，三，潮湿和壁癌的风险较高，四，夏季室内温度容易偏高，可能增加空调使用频率和电费支出。